下午的5:30，很感谢今天下午老会员陆续的汇款进来。记得有位今天的老会员曾先生，他在去年10月份加入的时候，他讲我每天汇款很累呀，以前我收费不是按月的，我收费很贵耶。你去问曾先生，他每天都要汇钱给我，因为我每天都中啊，我每天都中2600，中2次，就像我在3个礼拜前6次中2次，每六一个礼拜就中5天，他每天都要来，大家都要汇款给我。我现在收费这么便宜，你们还在怀疑？我自己签用我的方法已经赚了16000多，你们有什么好怀疑的吗？你从头到尾就是付2000块钱而已嘞。4月1号2000块付完后，我当天我中3碰，是不是？当天中3碰，你们就赚了15900。我那时候叫大家投资，因为我们每个月有赚的钱，赚的钱我第一天我一定叫他用本钱熬下去，结果马上就中了15900，是不是？那到今天为止有赚有赔，我还赚了15000多，总共11起，我赚了15000多。请问你？是不是？你有没有获利呀？自己的脑袋这个乱七八糟的，你要怪谁呀？稳扎稳打做2星，啊，昨天虽然开这种3星，我并不稀奇啊，开3星是正常的，是不是？中了3碰嘛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还是稳扎稳打，因为我们是3组牌，啊，我是用大牌养小牌，小牌赚大钱，因为牌子少，我们才能赚大的。啊，一个月能赚个2万到3万就不得了了。你要赚多少钱呢？你想赚20万、30万可以，你可以乘一，你可以乘10，赌大赔大，赌小赔小，就这么简单而已啊。啊，那个今天中奖的比率80%以上，中2星80%以上，3星要签的可以签个0.1。啊，0.1是640块，10次牌0.1是640，但是我的6次牌有0.1啊，有没有看到？我6次牌2、3星是160，啊，你如果说10次牌3星0.1就要640，本钱很大的，所以我尽量都叫你们签2星就好了，啊，6次牌可以签3星，好不好？啊。